我说 WIII 是不是？哎，对啊，抱歉，我就是长得太正，不好意思。可是我也没办法，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外表，我就是，哎，我真的我也是很难过啦。其实我真的觉得很伤心，这个脸也不是我如此这样子选择的啊，我没办法，我没办法啦，我没办法。点屁点啊，点屁点啊，点屁点啊，点屁点，不要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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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屁点，点屁点，麦克电流程，他有时候会这样，但是我就是稍微调一下他就好了。我是来看人龙的，为什么要让我吐？哎、欸，对啊，玩人龙，哎、啊，好久没有玩了，来改一下分类。哎、欸，靠，人龙叫什么名字啊？哎、欸，有人可以帮我查一下人龙叫什么名字吗？英文的，可以在 Twitch 找到分类的那种，帮我找一下啦，发挥一点你们的用处。女生在一起就很像世界大战，超可怕，比世界大战还要可怕。不是我，干嘛的？我当然知道他叫人中之龙啊！我白痴哦、喔，人中之龙，在那边打中文的人都给我去死！哦，有了！妈的，谁不知道？谁不知道他叫人中之龙灵啊？找到分类，我跟你姓 ，People of Dragon 。Yuga， 妈的，在那边还在那边打什么 Yuga Waka DQ Kuro， 但我看不懂啊，但我白痴，哎，太难过了。我觉得你们最近真的越来越难相处了，我真的是很悲惨，越来越难相处的你们，有事没事就想看我出糗。我真的是很难过。哎、欸，你们今天有看到那个吗？就有一个东森新闻哦、喔，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反正他就采访我，然后他又说，平常你跟观众有什么样很特别的？有什么？你们不要再烦了，打那个英文真是有够烦。他就说，你平常跟你的观众有怎么样比较好的互动吗？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哦，就是他们都很喜欢我这样。这样，然后我一这样，然后因为记者是一个就是妹子嘛，他就啊什么？他说我不懂，我说啊为什么不懂？就这样啊，就这样，我没有不是哈，不是讲干话哈，讲到这什么？这新闻怎么写啦？这新闻怎么写啦？有玩人王吗？打得赢小兵吗？打得赢小兵，但打不赢小王。这不能写哈，这不能写哈，这不能写哈。我没有讲。哎、欸，你们真的很烦哎、欸，我就没有啊，我没有乱讲话。我人这么好，这么有智慧，聪明有智慧集结一身的女人就是我，而且如此的了解大家活在这个社会上有多么的痛苦。所以老天爷才会叫我来开实况，懂不懂？拜托，这如此有智慧的女人，你们看过吗？想这 PS4 主机是要钱的吗？不算吧，但是你要买那个游戏，你要买那个《刀剑神域》的游戏，他才有给你。而且好像豪华包吧，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点屁点哦，抗议无效。哦，智慧原来骗你下凡，没错。好了，在这个时候呢，跟大家稍微前情提要一下，我们已经把那个前面几张同生一马在，就是他的那个他们不是有那个有一块要争夺一块地吗？然后他被诬陷他就是有杀人，然后还是什么之类的，他要洗清他的嫌疑，也退出了那个他自己目前的帮派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现在要玩到那个独眼龙的那个经营酒店的那一章节。然后我们那一次刚好是断在那个
断在那个什么啊，就是他酒店的那个前面，就是很潇洒，然后就是在那边啊，就是这一幕，就是这一幕，就是差不多，就差不多是到这边为止。然后所以呢，我们会从酒店的这个篇章呢继续玩下去。因为干嘛遇见你？谢谢 M8656，哎，你这个颜色很浅哎，86562649的续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两个月的续订，昨天一定有回去偷看 BOD， 没有我回想哦，我记忆力超好，记忆力超好。为了了解酒店，无限支持小妹当一次酒店妹，可以这样子选吗？这么久没玩还记得剧情吗？哎，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三井寿在游戏里面叫什么啊？三井寿在游戏里面叫什么名字啊？哎，年轻的时候就是帅，不愧是鲜肉。鲤鱼王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你们在那边讲一堆干话，继续游玩。景山啊、哦，景山，景山，景山。好了，我们要读取。哎呦，我这么久没玩，还读取的这么快，不会太厉害了？我都忘记剧情，忘记名字了。总之，我们剧情就是来到就是那个经营酒店的这个区域，然后香港，我没有要存啊。好了，我要去执行，不知道什么任务，我忘记我任务玩到哪里。同事互相打篮球，这个是我们是刚来到就是。刚来到这个酒店，天哪，太久没有玩了，都忘记这怎么弄了。等一下哦，新人小苗好像和周遭同事处得不太好，苗匠去找他问问情况好了，他人应该在外场吧。你说正在接待客人的意思吗？去看小电影，之前玩的人龙鳞会上传 YouTube， 应该有传，应该有传。现在要去找苗匠。哎，我的那个一直在，一直有电流，不知道为什么。我移一下我的视讯的位置，视讯。真岛的酒店线就能玩很久。不知道我麦克风在冲什么。哎，装死啊！啊，经理，抱歉，有什么事吗？可以帮我叫一下苗匠吗？我有事找他。哦，好的，我明白了。长了一脸这么衰，上班发呆就靠钱呐、啊，跟他客气哦。经理，你辛苦了。话说英文用找不到吗？不知道哎、欸，没、欸，退学就是那个分类。你这怪老板，靠！他在我这边上班，然后工作的时候偷懒，我还不能惩处他，我才不要怪员工哎、欸。啊，苗匠。请问有什么事要找我呢？他是跟英子有争端，来了来了，这种情况真的是最复杂了，要怎么询问？先开骂还是先称赞呢？女人都很喜欢被奉承，先被奉承一番再说，先称赞他好了，我要当个好男人。你今天还是这么的可爱呀、啊，
啊，他应该很开心的，会想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人家可不能给我什么便宜啊！什么？好烦哦，我快受不了了。这个女的好矫情。我下次请你吃饭，不要在意啦啊！蠢毙了！快点进入正题吧！蠢毙了！快笑死！跟人家之前待的地方相比，发现比较大，一开始实在是很辛苦，最近感觉已经是完全习惯了。我快受不了我的麦克风了。那发生什么事？特地来找我的客人多了很多哦，不愧是北七老店顶尖的小姐呢。我是想太多了吧？什么东西啊？你这样跟 Yolo 有什么两样？到处滋妹，我哪有？我没有滋他，好不好？我关心我的员工哎、欸。你看，你看。我在那边跟他套交情，他说了吧，他说出口了，自以为是前辈的老太婆音质很气人，但我根本不放在眼里，说了吧，说了吧。你可以多跟他亲近一下，人家就讨厌这种多管闲事的人，人家会自成一派才不理他呢。妈的，我最讨厌女生在那边自称人家了，超烦。传送一个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谢谢 DP 的两块。直接了当的说教。看来迂回的招数已经没用了。不管是工作多厉害、多欢迎的小姐，是这么漂亮，如果对没有一点，是那个女明星贝丽梅呢？好啦好啦。一直一直人家好烦，超烦的。安安啊，一堆敌人也没差，人家又不是为了要跟其他小姐交朋友才来这里的。什么意思？人家哪里不好？你再人家一次，我就一拳打爆你鼻梁。是。相互切磋琢磨，我没有敷衍啊，我没有敷衍。会受客人和小姐两方喜欢的女孩子，你懂了吗？我的谆谆教诲，为了让你更好，你可以不要再用人家了吗？你真是个好孩子啊！以后也要。多多指教人家哦，快打他鼻梁，用男生可以吗？怎么用男生啊？很难欸。哦，怎么用男生啊？哦，刚才那个发呆的少爷，那家伙也不像话，过去看看吧。哎喂，安娜，啊？他们在这个地方欸，后面走。所以什么时候要打人鼻梁？他走了，现在不能出去，妈的！可以冲刺吗？我要看看那个偷懒小哥哦，又在这边偷懒，抓抓！怎么了？摆成一张苦瓜脸，肚子痛吗？肚子痛三小啦！我老家的妹妹寄了封信过来，她说老爸生病了，这是诈骗吧？这是诈骗吧？诈骗集团啊！诈骗集团啊！要花50万，我又没那么多钱，这么一回事啊？那就跟店长预支一下薪水怎么样？因为其他事预支的薪水，要是再拜托预支50万这么多，一定会被革职的。什么？
骗集团啊！你干嘛相信他？哎，しかし、でも、大丈夫です。人在这就有了，可是人不一样，钥匙不在了，可没办法神识换。什么鬼啊？这诈骗吧？这是诈骗吧？金币，他刚刚露出了一个笑容，你们有看到吗？顺便让你休个假回家一趟嘛，哪来天下到底哪来这种老板？天下到底哪里这种老板啊？求介绍，求介绍，求介绍这种老板。无论如何都要提高业绩，为了成功要我掏多少钱出来都无所谓。你被骗了，你知道吗？只是个少爷而已。王子表示。哦，开始有人在闹事了。好可怕哦，各种一个人性的感觉。因为我们上一章节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在店里面闹事，然后呢我们的三井寿呢他就用一个很厉害的方法，然后让那个闹事的人决定请大家喝酒，然后他就不必就是被滚赶出去这个地方。所以呢现在这个酒店正在于酒水大放送的阶段，有人要替大家买单。お楽しみのところ失礼いたします。なんだ、やっと持ってきた。就是这个贪小便宜的男人，一听到酒免费，就在那边点最贵的酒。你这跟超级贪小便宜的阿尚有什么不一样？他不是三井寿，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爱的小名，好吗？ご足労願いませんでしょうか。なんだよ、人が気持ちよく飲んでる。名叫真的，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爱的小名。お時間は取らせません。懂吗？どうか。只有我才能称呼他的爱的称号。しょうがねえな。他ならぬ支配人さんの。耍什么拽啊？你明明在这边贪小便宜的，想要喝最贵的酒，还在这边耍什么拽啊 ？I don't understand。ちょっくら言ってくるよ。I don't understand。あの支配人。この方は俺が相手する。お前は仕事に戻れ。はい。わかりました。你跟悠柔爱的称号是啥？参りましょう。没这种事。谁要跟他有什么爱的称号啊？这王八蛋其实是……哎，误爆雷，误爆雷，误爆雷！繁盛してるじゃねえか。啊，还在那边耍拽，我真是快不行了。ついこの前まで観光鳥が鳴いてたってのにさ、変われば変わるもんだ。也只不过是一个想要贪小便宜的小人物而已。到底？何しに来たんや？那跟小熊呢？そうじゃけんにすんだ。就叫老婆啊，亲爱的。ちょいとお前さんの働きぶりを確認しにな。これも仕事だ。まあただで飲めるとは思ってなかったけどな。来るならちっとは行儀をしてくれんか。客が減るっちゅう。啊？哦，そいつはすまなかったな。他是大人物。はしゃいじまったよ。他是大人物吗？我刚刚还这样子呛他，我说你只不过是贪小便宜的阿尚，我还说，谢谢综艺大热门的大家，感谢。我上综艺大热门好害羞。聞いたよ。さっきも五月園だったらしいじゃない。まだ耍蠢だ。さすがは真島五郎。蒼天堀の夜の帝王だ。因为你都看到脸是没有，我没看到，我没看到。客との喧嘩を見せ物に仕立てて、ついでに飲み代まで取り上げちまうなんてよ。なかなか気が利いてるな。你还真是厉害。やっぱりお前、肩が向いてるって。自分でそうは思わねえの。这种职位也不叫老百姓嘛。アホ抜かせ。誰がこんなこと好きでやるかっちゅうね。それはお前。刚刚就被人事异动，有吗？ってのが分かってねえよ。怎么回事？我被人事异动。金も地位も名誉もある。ところや女だって随分寄ってくるだろ。有钱、有地位、有名声，还有不少女人。
そんなことは望んでないってか。皮肉なもんだ。そんな誰もが羨む立場を得たお前だけがただ一人この町で別の何かを。明明得到每个人都羡慕的身份。幸せってやつは、いちいち。你要知足一点、三井寿。你看看聊天室的肥宅们。今日は随分おしゃべり。什么都没有。你要知足啊！还有不少女人倒贴你，你不能开心一点吗？でもまあ、この現状お前が気に入らないのは当然だ。これはお前への罰。啊，看到我了，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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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看女生都会倒贴人家的，谢谢 EXID。你好，我是 EXIT 出口。そろそろ本題に入ってくれまへんか。哎、欸，不然你们不羡慕吗？你们不羡慕吗？你们不羡慕吗？一点都不羡慕吗？我还不信。他的真爱不是同生吗？何度目だろうな、そのセリフ。どうしてそんなに極道に戻りたいのかね。俺にはわからないよ。不要再傲娇了啊！我知道你们不会做这种事。夜总会老板佐川司，あんたに分かってもらう必要ない。果然，他就是老板。我刚刚还以为他是要贪小便宜的混蛋。你看那些看到电视来看的人，我们都是肥宅。肥宅很好啊，肥宅很加分。我没有说肥宅不好，我告诉你们，现在呢，肥宅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好不好？你就是要表现的你是乖乖的宅宅的男生，才会有女生喜欢你。発生したら島野の親父に、俺が極道に戻れるよう口利きする。約束忘れてへんやろな。さあそんな約束したっけかな。女人吵了，完全没有办法专心的看剧情啊！认真的，认真的。あと五億稼げ。再赚个五亿，这样我就去帮你说情。おのれ。哦，一拳打爆你鼻梁！打爆鼻梁！なんだ。被霸凌的主流。殴らねえのか。没有啦，真的啦，真的啦。现在主流才不是找什么帅哥嘞，找帅哥就会很没有安全感啊，找肥宅安全感一百分。そんなことしたら、お前はあの暗い場所に逆戻りだ。什么 SM 吗？それは嫌だろうからな。老板与三井寿的 SM 小游戏。你要回到黑黑的地方去。ヤクザがお前みたいな金づる。看黑道的怎么能随便便便就放过你这样的摇钱树呢？やっぱり肩の方がいいんじゃないか？真的啦，真的啦。没骗，没骗。他刚刚说，难道你想要这样回到黑黑的地方去吗？五億やろうが何やろうが何ぼでも稼いだろ。極道に戻るためやったら。我什么？これは何でもやったら。你只要能让我回黑道，我什么都愿意做。求求你。求你了，啊，そうや，让我回那个地方。それが殺しでも。就是什么？どうした？杀人可以吗？極道に戻れるとしたら、お前は人殺せるの？到底多想当黑道？我也这么觉得。冗談だよ。好无聊，冷笑话，一点都不好笑。妈的，すまなかったな。超难笑。そういう山。难笑爆。お前にそれが分かってるのか、ちょっと聞いてみたかっただけだから。那就被自己继续努力了，经理。无言。就说你很难笑了吧，大叔，不要再讲冷笑话。そうだ、一つ忘れてた。ここのホステスにノリコっているだろう。有个叫德子的公关小姐。それがどないした。怎么样？そいつ明日から別の店でやらせることにしたから。Why？ 即戦力が欲しくてさ、ノリコはここのナンバーワンなんだろ。おあつらい向きかと思ってよ。本人にはもう伝えてあるから、こっちの方がよろしくな。我需要马上能用的，什么意思？売り上げ落ちないように頑張るよ。潜规则。なんせあと五億稼がなきゃなんねんだからな。他被潜规则，那个德子被潜规则了吗？安安啊，国建安安。他故意刁难他哦，哦。失礼します。あの支配人、
今のりこちゃんから明日からよそに移るって電話。ああ、俺もさっき知ったわ。ご存知でしたか。なんだってこんな急に。のりこちゃんがいなくなったら売り上げに相当響きますよ。分かっとる。せやけどオーナー様のご決定。可是这是老板决定的。どうしようもあらへん。我也没有办法。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か。でもこれからどうすれば。哦，我们要从这边开始培养自己的红牌吗？落ち込んどる暇もあらへんな。最近。就没意了。よそでイケとるホステス言うたら誰や。よそですか。よその子でしたら。そうですね。这个吗？オデッセイののぞみちゃんがダントツでしょうね。オデッセイ自体がうちのライバルみたいなものですし。そうか。おお。じゃあ、一丁行ってくるかな。这一张节真的太适合我玩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挖角的意思吧。決まっとるやろ。のぞみをうちに引き抜く。聊天室当掉。ライバル店のナンバーワンを引き抜くって、さすがにまずくないですか？そもそもそんなことどうやって。夜の世界は弱肉強食。ここでこけたらうちはあっちも崩れるで。やらなしゃあない。店長交给你了。わかりました。どうかお気をつけて。気をつけて。我重开了。这游戏超级适合我，我现在要去挖角了，就代表呢，我现在要去，我现在要去支妹。如果我有支成功的话，那个妹子呢就可以来我们店里上班，是这样子吧？是这样子吧？哼，哼，考验我怎么支妹，也不看看，天下最会支，哎呀，天下最支好像也太浮夸，实况最会支小梅。哎，看门口在哪里啊？在这里吗？你会先迷路？不会啦，不会啦，应该不会吧？靠，妹子们，只要跟我讲话，就会被我的幽默佩服到五体投地的，好不好？拜托，马上跪在地板上跪拜我。我就是那种一手拿鞭子，一手拿糖，就怎么样啊？要不要来我们店里啊？要不要来我们店里啊？前往奥德赛，干嘛啦？靠，还不学？这我屁，我幽默的要死，好不好？懂不懂啊？是什么啊？果然是，光是看走路方式就无懈可击，动作不错。不好意思，请问您是？我是米木兰太郎，什么鬼？继承了某种武术，目前是传人。宝石时代的说法，每个人都极尽奢侈之能事，可能因为这样看不到对事物感到饥渴的男子汉。怎么感觉你像是被小熊编？这也是一种手法啊，你懂吗？只要妹子能到手，什么手法都不要紧。让女人在旁陪酒，这等事堕落至极，我怎么可能做？老弟，你那对事物饥渴的模样，哦，他极有出现哦，你是说他是教那个教同生一马招式的人？好饥渴，假，聊天室假起来。就是和强者交手，解放深藏内心的本能。我这就霸王硬上弓啦！解放你对内心的渴望，解放你也好，我们就去旁边宣泄一下彼此的欲望吧。
聊天室加起来，加起来。安安啊，安安啊，真男人，好，好害羞哦。去旁边的小巷子里，霸王硬上弓，拳头就跟刀子一样。如果我受精鞘里面生锈了，再紧要关头，可就拔不出来。偶尔来进行的挥个拳也不错，不错，不错。虽然说衰退了，但我可还会输给年轻人。尽管放马过来吧。我有点忘了怎么打了。啊！多按一次，多按一次。好，一定要照他那个打。靠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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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腰。好，示范到此结束。吉他，当 SB。我刚刚就想说要当那个快打打，然后就我按太快，他的指令跑太慢了。踹他，踹飞他。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VA。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看一个那个港片，好像叫什么《学员霸王》吧？然后他有一幕就是几个男学生，然后在那个厕所里面，然后尿尿，然后就有个老师，他可以自动的控制他尿尿的方向，然后学生都觉得他超屌，然后他就边尿尿就会在那边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有没有看？欸，超好笑欸，学员霸王超好看。啊？你们不知道吗？你们不知道有这种港片？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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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应该有看过吧？有看周星驰的应该也都有看，应该也都有看校园霸王。我要去跟奥德赛的家伙打听一下。哎呦，在这个小巷子里怎么出去啊？跟刘德华一起，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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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没错没错，扫把头。没有，我说他是跟那个星爷同个年代的啊，有看星爷的应该也都会有看校园霸。好，进入，铁熊必须死。我是于铁熊大法官，要不要进去呢？进去，完全这种没有吧？校园霸王是于铁熊没错吧？我想跟你洗牌，洗牌是什么？我说的是于铁熊啊，我刚刚有讲错什么？扫把头不就是于铁熊里面的吗？啊すみません。ただいま満席です。目前已经客满了，要请你稍等一会儿。かまへん、待つ。哇，这个人要亏妹，首先必须拿出来的就是耐心。ほんますみません。そしたらこちらでお待ち。なあ、そんな気使わんでええね。のんびり待ちますわ。他现在在那边演呢，他演成好像是一个就是很大方的客人还是什么之类的，好会啊。把尿尿情节说到别部戏里面没有吧？不是于铁熊吗？啊，所以尿尿情节不是于铁熊啊？就算客满也不拒绝客人，这可真是周到啊！哦，扫码头不是开了吗？不是啦，不是啦。大変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一名様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こちらへどうぞ。
天换日。是哦，没看过，那可能是我记错。西斯在哪里呢？先观察一下店内的状况吧。给妈的看屁看，观看，肯定是金融界或不动产界的。什么？都没有感觉特别火的妹子啊。穿豪华便服的大叔跟花花公子样子的中年人，还有一个穿廉价衣服的小伙子，那是演艺圈的人吧，大概是节目导演跟演员。哦，好屌哦，这样看就知道是谁。客人有三个，公关小姐则两个，怎么看都不够协调。还有地方可以看，三小什么东西？干什么东西啦？什么鬼？那里是空的啦，不是说客满吗？为了营造出热门店的形象，虽然座位还有空，还是故意让客人在门口等一等，说你怎么可能，这太低级了吧。总觉得没什么劲欸。公关小姐看起来都莫名觉得过气啊，那种女大学生的感觉，说好听点是王道，说难听点就是过时的流行。有吗？大家不是都爱吃嫩的吗？大家不是都爱吃嫩妹吗？对同年代的男生来说，是吗？是吗？很有，好吧，这样子讲好，真的是很正很正的那种酒店，就是很纯正的那种酒店妹，跟看起来像学生的大学妹，你们喜欢哪一种？什么鬼？如果是我，当然要选右的啦。失礼します。失礼します。高子です。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こらえらいべっぴんさんが来たな。おおきに。飲み物何飲まはります？可以不要看脸吗？ほな、とりあえずシャンパン頼むわ。はい。哦，这个侧边没有穿内裤啊！没有穿内裤啊！什么像小梅就是老了？你讲干话啊！你在靠腰。不会吧，像我这种蛮有这种成熟女人味的这种感觉的类型也是蛮不错的吧。这种历经那种沧桑的那种感觉。哎，不会啊，我觉得我外表也不会有历经沧桑的感觉，但是我就是很有聊，先聊他的，先聊他的，先聊他的事情。要让他套出话来呢，要先多多了解他。高子ちゃんは何が趣味な？うち？うちは最近スキーにハマってんねん。週末はいつもスキー場行って滑ってますわ。滑雪不是很贵でね、新しいウェアがめっちゃ可愛いねん。誰か買ってくれへんかな。这讲的也太明显了吧。逆に見ついてもらうつもりなんやろ。そんな優しいお客さんおらんもん。ナナ、今ならうちにプレゼントするチャンスやで。长这样就让我买。サンタさんにでもお願いしや。ちゃんと靴下も用意しとかなあかんで。もうお客さん行けずやわ。ええもん自分で買うから。拜托，我的钱看起来有这么好骗吗？聊聊，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それにしてもこの店は可愛い子がぎょうさん揃ってる。歧视丑女。不是。何人くらいおるんや。你要得到一些东西，总是要付出嘛。你好歹也要先用你赚的钱去整个行啊，然后还什么之类的，那什么都不付出，就要人家买东西给你，你是很好意思哎。そう、100人くらいおるんとちゃうかな。
今日は40人くらいやと思います。买买买，不要，你们自己买啊！我就不要买。せやな、週に一度しか来ん子とかもおるし、同じ席について初めて話したっちゅうケースもしょっちゅうです。ふーん、有这么多新面孔。さすがに人気店はちゃうの。直接叫人家。ちゃいます。比较快啊。そんだけ辞める子が多いんです。辞める？なんで？没有机会了。うちは上下関係めっちゃ厳しいですし、ちょっとでも人気出そうな子が入ると、すぐ上が潰しにかかるんですわ。競争が激しいっちゅうことか。せやけど、そない中でも人気ある子っちゅんは。靠，女生的世界是很可怕。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ナンバーワンののぞみさんなんか、毎日開店と同時に目当てのお客さんが。赶快投胎重新做人，不是更好？不一定啊，你要知道你重新投胎会投胎成漂亮的还是丑的。哦，来了来了。真是太会切入话题点了。そののぞみっちゅう子はどんな子なんや？のぞみさんですか？のぞみさんですか？ほんまはお客さん。谢谢肥泽四个月的续订，感谢。但我生日还没到，月底啦，月底。まあ一言で言うと真面目な人ですわ。是个很认真的人。そのお客さんの中には銀行のお偉いさんとか政治家の先生とかも多いんですわ。せやからうちらそないな人と話し合わせるために新聞やニュースをチェックしとけって。なぜかうるさく言われてるんです。のぞみさんは特に真面目でやる気のある人やから、そういうお客さんから受けが良くて指名をたくさん稼いでいったんです。名実ともにトップレディっちゅうわけやな。ほんなら人気が出んのも当然やな。 Does she speak English? No。 せやけどこの前若いお客さんが来た時は逆に全然話題についていかれへんくて、めっちゃ面白かったです。被耻笑了。被笑跟不上时事话题。うちがそないなこと言ってたのが他の子にバレたら大変な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うから。安心しいや。誰にも言わへんて。可愛いとこがあるやないか。他用这种愉快的声音讲话，好烦。今日はまたえらい混沌な。毎日この辺繁盛しとるんか。まあ年末っちゅうこともありますけど、最近はみんな強制で同伴させられてるから、その分お客さんが多いんとちゃいます。ほう。そうやったんか。なんか大半数到底想干嘛。到底想干嘛。景気悪そうには見えへんけどな。哦，带出场扮演。単に意地張ってるだけですわ。我觉得现在酒店妹好像其实不是很主流了。现在不是都是现在主流是那个吧？饭局妹。饭局妹。饭局妹。今月は絶対に勝たな全員罰金とかむちゃくちゃ言わはりますね。なんやそら。自分とこが儲かっとればそれでええやないか。なんでグランドが関係あんねん。うちもそう思うんやけどな。支配人はそう思ってへんみたいで。正直なんぼ同伴したって。我跟你讲，会知道这是因为之前有人投饭局的那个新規のお客さんを増やさへんと直缺吧。然后到我的粉专问我说，缺钱吗？なるほどな。然后呢，因为我实在是很想知道他要干嘛，然后呢，所以我就按，我就回他一个问号，然后他就是。他就回我一长串，就是哦，现在有缺，就是出国旅游又可以赚钱的好，就是非常好的职业。然后你需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就是有分大中小，就是有大老板的，然后跟比较中级阶层的，跟小老板的，然后你可以选，然后越大的老板金额越高，然后但是他会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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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都写的超级超级无敌清楚。一个月一定会去什么几个国家，会去几到几天，需要在外面待几到几天，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叭叭叭叭叭叭，然后月薪也会因为待在国外天数不同，然后会有不一样的价钱。饭局妹，然后没有，我只是想要知道他们的价钱而已。然后我知道之后，我就把这个人删了。我不要再跟这个丑妹聊了啦。店の中くらいサングラス外したらどうでっか。あ、我被发现了！哎，我被发现了！是谁发现了我？
双下巴。ようこそオデッセイ。楽しまれてますか。これはこれは山形さん。オデッセイの試合に自らおいでになるとは恐縮やの。すまんの。ちょっと外してもらえるか。いや、你干嘛？我请来的妹就这样把他赶走，给不给面子啊？人家没穿内裤哎，我什么都还没做。お目当てはのぞみやな。さすがはうちとタメハルの試合に。大那么好看真的吗？我等一下再去看那个影片。あんたの方は随分と回りくどいやないか。こそこそ忍び込んで敵情視察。你不是希望他走？それがあんたの。走之前可以先做个什么再走吧。その什么都没做到。でも望みに会いたきゃ呼びますせ。説得でも交渉でもしたらえ。他们很有把握。そないなことしてもトップのあんたがうんと言わな。ことは動かん。俺が説得しに来たんは望みやの。おおや。あ、おいよ。不愧是经理。俺が見たところ、この店確かに繁盛しとるが、客層がおっさんに偏っとる。这个好像 JJ。今はそれでもええが。你说我们公司的 JJ 吗？今後もっと売り上げを伸ばそう思うなら、客層を広げんことには頭打ち。等一下再看一下。你会不会太过分呐、啊？你这个人很过分嘞、欸！我上当，你好意思只说了他的脸，像我们公司的 JJ。你可以再换一点没关系，这人怎么那么过分呢、啊？この店のホステスはどれもおっさんが好きそうなタイプの女ばかり。若い男に受ける子が絶対的に不足してる。まだある。実は今オデッセイは深刻な女不足や。一人でも多くの新人が欲しい。不是吗？ちゃうか？根拠はあるんやろな。他比真正屁で。俺が店に入って。我们公司的 JJ 还不错，好不好？満席中ごと。打扮一下还是。入り口で。还是很不错的。这太过分了。中に入って。这真的太过分了。これは客全部を相手にできるほどのホステスが出勤してる。这太过分了。その証拠に男三人に女二人っていうテーブルが。三井寿好会哦。普通はマンツーマンが基本。場合によってはクレームが来てもおかしない。よう見てはるな。ま、賢いあんたのことや。不要再说他像 JJ 了，快笑死。哼，なるほど。小梅可以接受 JJ 这种劣势吗？我刚不熟啊。オデッセイのナンバーワンは望みや。无法不熟就下一个定论。その望みがおらんようになっても。今の客層を支えるホステスは十分揃った。ここにはホームランバッターは腐るほどおる。そろそろバントのできる選手が必要な時期なんとちゃうか。蓝猫 JJ 二选一当然有。うちの四番に。我不要，我不要玩这种二选一的游戏，太可怕了，我不要。哎，为什么不能有些正常的选项？手付として1000万。明日にでもうちの門に届けさせてもらうわ。干嘛的？算 BOD 了，妈的！真的是钓鱼。今うちで教育しとる新人、若い客層を狙って不要传出去啊！いわば、你们不要在那边挑拨同事之间的感情，好不好？そいつらから好きなの、何人でも持ってい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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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边挑拨。あんたが目つけた秘蔵庫をこっちによこすと。脖子还摸死。そうこうしそろった将来間違いなしの連中やで。あとあと、没办法。敵に死を送るようなもんです。こっちは当面の売り上げが欲しい。あ、不要了、不要了。その代わり、あんたのところには将来の売り上げを保証する。太難選、太難選。そっちだけが得をする話でもないで。え、我要跟他们交换筹码。え、あんたは顔に似合わず敵作らんとうまいことやる方法を知ってるらしい。これが真島五郎のやり方っちゅうわけか。交渉成立。你真是一群很过分的人。ってことでいいな。不算是达成协议了吗？ただあんたんとことうちはライバルや。今日みたいなのはこれ限りにしてもらいますが。これからはうちも全力で。叉烧和又绕选一个当男友，你要选谁？覚悟。叉烧和又绕的差别在哪里？好きにせ。一个有。さてと。一个有器官，一个没器官呢。お頑丈頼む。
勉強させてもらいましたからね。今日は私のおごりということで。跟他稍微拉塞了几句，他就愿意把公他们公他们店里面的红牌让给我，哎，还要请我喝一顿酒，哎，太屌了吧，太屌了吧！谢谢黑森松两个月的续订，感谢你。怎么器官？就是。なんとか引き抜き成功や。いつもいつもどうやってそんな。ま、いろいろあんね。不是又绕是谁是又绕啊？你有给人家心血啊？分かりました。感觉就是什么圈套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感觉他就是笃定那个心血给他们店，他们店也不会做起来。苍天绝大街，那是念绝吗？那个配那个女配音员绝江由一，是这样念吗？还怎么那么远啊？あれは。おい、おのれ。哎呀，买差啦。哎，走错路了吗？这边好像路比较大，哎，哭江游一是吗？是念哭哦，这么难听啊？是绝北珍惜，也不是哭北珍惜吧？哎哎，妹妹，撞一下。啊，是念哭江游一，真的假的？哦，这是一个美食街的概念，是不是？我没有去大阪玩过，哎，好想去啊！枯美珍惜，枯美珍惜。啊，看不起我是吧？对啊，我就是看不起你，怎么样？哦，修帕，修帕，哦，哦。拿刀了，拿刀了！青龙刀。你讲啥呢？我只跟自己认可的人交易，你是不够格用我武器的人，要先过我这关。这是一个青龙刀跟擀面棍的对决吗？就是钢棍谢师傅。等下，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哦哦，钢棍谢师傅好帅啊！出来！啊啊啊！太帅了！这就是真正的男人。用擀面棍呛虾，这年头混混都好凶。啊，下次可以去大阪玩玩。这用棒子的动作。也不是正宗的武术，可是却完全封住了对手挥舞的刀子。哦，给我用这种垃圾刀子讲这什么鬼话？你手上的棒子是更好的武器，不是吗？妈的，是关过谢师傅专武好不好？懂不懂啊？专武随便让你这么小喽啰用的。看来你果然是用不好，麻烦不要再来我店的。啊，他是铁匠哎，可以找他做武器。去大阪比去澎湖还便宜，澎湖这么贵啊！哎，不要啦，跟他买一个武器啦！你走什么啦？买一下啦！
お主。阿伯，卖甲人吓惊啦！谢谢 QOIIOP 的订阅，感谢。早く入金してください。不要再找我了啦！我很忙哎、欸。阿伯，那个查甫你识识无？是这样子念吗？那个查甫你有识识无？是安尼讲？识哦。我来介绍飞虎给你们。住得很不久。这样偷偷摸摸也是没意义的。哦，马上就在我背后。你想对我做什么？丢，不丢，呵。快来给这男的考验考验一下，依我的鉴定，这个男的是及格的哦。哎，哪方面的及格我就不说啦。这个跟小梅长得还有点相似呢。这个钓鱼太低级了，不好意思。我哪有必要接受什么考验啊？我是一个真男人，你刚刚不就见识过了吗？刚才看了他们俩的打斗，你心里应该是浮现了什么想法吧？看刚呢，我说中了吧？老弟，你果然是想要。对啊，才没有这回事，我只是突然想到了件无聊的事而已。不过，要是你那无聊的想法传达给这个武器专家飞虎呢，那肯定会是个不得了的。为了让这灵机实现还是放弃就看你了，如何？想要试试看吗？今天一波三折的已经累个半死了，如果真的要来的话，我就快快把它结束掉。飞虎老弟，你行吧，我会快一点。既然你这么坚持，好好好吧，好吧，这是对了。来，老弟，你要用什么？你想用什么？对手，对方是武器贩子，一定什么道具都有吧？聊天室夹起来。既然他要用他的擀面棍，不如我就拿旁边的球棒吧。什么球棒？老弟口味好重。不是，我觉得人龙鳞超假的，霹雳无敌假。哈哈，这真是太有趣了。棒与香君，可疑的男人。啊，这超难用的。啊，我要防御啊！哎，不是啦，我要防御啊。哎、欸，你不要倒在地上啊！起来啦，我也没有下手这么重嘛。哎、欸、哎、欸，我刚好忙遇到吗？打打我！哎、欸、呦呦呦呦呦呦呦！你太用力了啦，轻一点呐！不要这么用力、啊，轻一点呢、啊。太疼了，太疼了！你轻一点。哦！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忍者无敌，风生水起！快使用双截棍，呵！快使用双截棍，呵！小妹，不要这样，会劝你们。我只不过是在认真的念里面的剧情而已。既然能如此的把球棒运用自如，你还真是有趣啊！我只是想起了以前用过而已，感觉挥得比以前更好。
你叫做飞虎吗？我球棒挥得怎么样呢？晚安呢、啊，晚安呢、啊。你真的会？我球棒挥得怎么样呢？当然是及格了。我正希望有你这样子的人当我的顾客呢。既然你这么说，但看过我也知道，我对一般的武器是没有兴趣的。这反而正好，我并不是要寻找那种寻常的卖家而已。怎么说？你等会有空吗？我的店就在附近，跟我过来，我就为你详细说明。哪有啊，哪有啊，他就是这样讲的好不好？我可没有改。于是我们到达他的店里。什么？怎么是吃饭呢、啊？不是武器行吗？你要再猜一下。这位是我太太龙花，有新的客人来了呀，请多多关照哦。嗨。那么事不宜迟，决定制作武器哦。嗨。急的时候好像没有制作武器的那么版本，变 BL 广播剧了。请不要乱改台词，没有，我没改，我没改。武器的用法当作回礼哦，所以刚才和我一起的时候还没拿出真正的实力是吗？刚刚终究只是考验而已，可真是会吊人胃口呢。啊，对了，我想起来了，我肚子好饿。表面上是中式饭馆，是不是？来个什么给我吃吃吧。原来你也是那方面的客人是吗？那我马上去准备丰盛的餐点给你享用哦。可真会掉。原来你也是那方面的客人是吗？哎、欸，我没有改，我没有改，我没有改词，他真的是这样。那对夫妻有什么问题呢？但那间店往后可能会惹祸上身，遇上不得了的对手。我要去野外修炼了，老弟你也要好好的精进自己啊。我要去野外修炼，真难。哦，有个小女孩在那边做什么？迷路了吗？啊，关心她一下，关心她一下。小妹妹，你怎么了？迷路了吗？没有，我没有迷路。哦，不是迷路，那是怎么了呢？一个人站在这边。美子妮。这小娘们儿还真是不讨喜耶，不过让她一个人在这边也危险，还是叫她回家吧，不要在这边发呆，赶快回去找妈妈吧，小孩子一个人乱走很危险。嗯，屁嗯啊，据点我。哎呦，她就啊，再给她一次机会，再给她，她可能是傲娇啊啊，再也不讲话了，好，算了，他就不讲话了，我没办法，也不是我不帮他。我刚刚有再给他一个机会，他就是不讲话啊，我也没办法。你长太丑屁嘞，我是三井寿哎。长哪一丑？
拜托，妹一看到我站都站不直了。おう待てや、マジマ。うん？あ？誰やお前ら。オデッセイのもんやって言うたら。靠！我就知道他不会这么便宜我们。オデッセイ。のぞみの引き抜きなら。我们被阴了，被捅了。支配人が納得しても、俺らが納得するか？によってうちの什么这么多人You wanna play too? お客様は神様好像哦有没有觉得很像逆に土下座までするらしいやないか夜の帝王かなんか知らんが情けない話やでそんなに金が欲しいか就这么想要钱吗对呀、啊、客には通用しても俺らに想要钱也没什么错吧ま試しにやってみてもええけどなお前らの言う通りや好帅哦啊好帅お客様は神様再一次你说什么我模仿安妮吗うちの店に来た客人なら土下座でもするし靴でも舐めたるわ再唱我们看一下せやけど客やないなら話は別まして温良恭俭让啊喧嘩売りに来た俺が優しいと思うな好帅啊大層な口聞けんのも今のうちや哎，我等一下，我忘记。哎，有一个那个闪的是哪一个啊？闪避是叉叉。嘻嘻啦！而且我的球棒居然是没有耐久度哎。黄色的很慢，干架师啊，还是赤手空拳最帅。踹他，踹他，踹他就对了。我觉得用拳头比较帅。进来先吃一波广啊！对吼，一直忘了放广告给大家吃，吃一波广告喽！強すぎる。なんなんやお前は。球棒就感觉没那么痛，不知道为什么。还不快给我下跪求饶！仕返ししたかったら店に来いや。客としてなら。小黑不是最喜欢巨大的武器吗？好きにする。啊，不好用啊，没办法。ただ。その後どうなるかは保証。我可是很实用派的，不好用的东西就只好被淘汰。神様やからな。小妹打架比小熊强，这个没什么强不强的吧？这个就一直按，一直按啊，一直按。我已经放了哈，我已经放广告了。干爹不会吃到广告哈，我在那边讲干话。先去学舞者，舞者魔术还没开，因为好像是要慢慢的过任务吧，就是随着任务的那个演进。又吃到这台独生佛心，谢谢奥巴马帮吃广告，感谢你的支持与抖内，感谢你的支持与鼓励。什么鬼？是他家、啊，堂堂一个经理住这种房子，太扯了嘛！谢谢阿雄师的订阅，感谢你。怎么
么样？看来你应该也是觉得我太帅了吧？打架的英姿太帅了，迷倒你了。我靠，干嘛是变态哦？哎，我被盯上了哎！我被盯上了，超可怕哎！怎么连船上都有？是有什么毛病？不是这个眼神，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想对我做什么？俺が塀の外に出られんのはいつなんやろな。兄弟。你们想对我做什么？为什么要用这种眼神？你是经理，但赚到钱不是你的，原来如此。我有200万。是。终于可以定了，感谢你。太可怕了，他们那种眼神。哎，为什么要存两次啊？鸟球就还没有那个哈，还没开始转哈。三年前，哦，几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他以前长得比较丑。哦，有的。おう例のあれ持ってきたんやろな。最近怎么长得那么丑。まがいもんは一切なし。堂島組経由で仕入れた正真正銘の本物や。拳銃の全部の口調一丁につき6発撃てるとして36発発射できる。36罰か。お、重要剧情。相手は上野義治と、その場にいる清和会の連中全員。こないなとこ呼び出して、何のつもりなんすか。到底想怎么样啊？柴田老哥。単刀直入に言います。我就直接挑明了讲吧。上野義治の襲撃。マジマさん。哦，短发才是真的。行かないでください。哦，认错人了。どうしてそれを。哇，小熊还好好看，这里是哪？白痴哦，走错来了吧？そういう計画ですよね。白痴哦。実はあの計画ちょっと問題がありましてね。予定を変更させてもらう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このまま襲撃に向かえば、堂島組長いや島野さんにも迷惑をかける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兄弟はもう向かってんねや。じゃあ俺はどうしたらいいんじゃ。ま、真島さん。あ、そうね。あんた俺に兄弟を裏切っちゅうか。このまま見殺しにせっちゅうか。落ち着いて、落ち着いて。你冷静一点。俺は行く。不要逼动我。たとえどんな裏があっても構わへん。我要去。就算有任何后果都没关系。真島はたった一人の兄弟なんじゃ。いや、是我独一无二的。でもそれじゃああなたの身も。うるせえ。怎么做的？你也会。こっちはそないなもん。とっくに捨てる払ってきたんじゃ。そうですか。それじゃ仕方ありません、ね。おい。什么？柴田。ああ。捆绑不累啊 No.極道にとって好，他都把你的眼睛给挖了，你还叫他老爹，有没有搞错？お前やったら、そんくらいわかっとると思っとったがな。
捆绑费，这就是捆绑费啊，不然这是什么？兄弟は、佐江島はどうなったんですか？教えてください。教えてください。親父。道を外した。光头好像呼了很多大麻，吸很多毒。この穴ぐらいや。親父。安心せえ。あ、烫的。せやけど。烫烫プレイ。ここにぶち込まれた奴はみんな。殺してくれって尖尖プレイ奮闘系列なんでやろな親父うびや兄弟は教えてくださいびや親父う小屁笑好死肥仔笑什么啦是会比较帅吗他做噩梦。你吃重咸啊！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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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太重咸了，是不是？抱歉，但是本台尺度无法再经过味觉的调整，就只能调到重咸的程度了。你不用看地图吧，我哪有？又没睡好啊，得去工作了。现在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件事情。哎，今天新的酒店小姐应该是要来报道了哦。先套麻痹，火烤就是火烤就是美味。黑道真的好重险，又是捆绑 play， 又是监禁，最后还用烫的，还不是烫香烟，还是烫那种很痛的，太重险了，这样谁受得了？啊，昨天那个小女孩不知道怎么了。新报道经理先带出场哦，潜规则是不是？居然还有其他人过来？什么？我以为只有失业，然后就好像其他的赔钱货也一起来了，但是感觉其他的都不赚钱啊。あの、オーナーだって言ってるんですけど。嗯？陶哥，电话来啊！试车。何の用意？还可以试车呢。お前ちょっと今から出られないか。还可以试车呢。啊，如果乘的不满意怎么办？要换车吗？什么啦？老板在那边撒什么？どういう風の吹き回しや。あいにく、あんたと酒飲むくらいなら、自分のションベン飲む方がまだマシ。跟你喝酒，我宁愿喝自己的小便。あんまりうまいもんじゃねえぞあれは。但你知道啊，谁不知道什么试车啊？店は人の連中に任せとけば一日ぐらいはなんとかなんだろう。俺は明日場公園で待ってる。明日夜公园。早く来いよ。感觉是什么圈套哎？谁不知道什么是试车啊？オーナーからの呼び出しや。いつ戻れるかわからんから、あと頼んだで。え、わかりました。主任にも伝えておきます。哎呀，玉良啊。すまんの。哎，感觉是个什么圈套哎，超级奇怪的。我今天不是要。我今天要去看心理店里的新妹妹，
啊，都不让我看新妹妹是怎样？万一这些新妹妹给我添很多麻烦。说好的试车呢？妈的！好好的看妹子的行程，变得看老头，这很不爽。不给试车。哎呀，你们这是一群很过分的人，真的很过分，哎，过分过分。公园在哪？哇靠，他会不会太远呐？我走错了，走错了，走错了。那么凶狠。说好试车呢？对啊，哎，干嘛欺负别人啊？你在跨山小啦？揍他！揍他！再告你啊！哎，太逊了，太逊了！没事就暴动。铁齿轮是什么啊？怎样？谢谢新东阳三个月的续订，感谢。啊，我会左右不分的。靠！撞到你一下就生气，真的也是脾气很差哎。啊，我就是在赶路啊。啊！给我散开啊！谁准你们在那边抱来抱去的？把我女儿还来！抱歉抱歉，现在没空帮你。哎，小哥来！讨厌！都つき回したぞ！暴走族！哎，暴走族衣服其实蛮好看的。哎，怎么问题？击他，踩他，踢他，踢那边，踢那边。爸爸不行吗？当然不行啊！大庭广众之下，能抱什么抱啊？有问过我的意见吗？抱什么抱？抱什么抱？哪里？嗯？老爹在哪？啊，在这里，在这里。是不是嫉妒才不死？有什么好嫉妒的？就看他们不爽呢，不能看他不爽。哦。こないなとこに呼び出して何の用や？そう構えるなって。お前と飲みたいだけって言ったじゃない。只是说了，只是想跟你喝一杯而已嘛，很单纯的，什么事都没有啊。哎，又坏了。にせよまずは一杯やってからだ。坐啊，坐啊，别怕嘛。真的，单纯的喝一杯就好。大将、こいつにも適当に見繕ってやって。え。就喝一杯。啊，好像去大阪玩啦。こんなご時世だ。10万するフグの解析だの、100グラム1万の松坂牛だのなんだの、高いもんはあらかた食ったけど、こんなボロい屋台の80円の大根が一番うめ。我超懒。靠，叫我出来喝一杯，结果只给我吃80块的白萝卜。一体何なんだろうな。表示疑惑，我不敢。
你以为谁敢喝你递给我的东西？里面有没有下药都不知道哎。不是，这很奇怪哎，这是那应该是清酒吧？为什么会用啤酒杯装啊？超级不合作，超级不合作，哼哼哼，好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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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房间，开房间，开房间。这个笑，我就是要开房间吗？昏倒，昏倒。なんだよ、最初の一杯きり全然飲んでねえじゃねえか。あんたが横におって気持ちを飲めるか。もう2年にもなるか、お前との付き合いも。なのにそういう反抗的なとこは変わんねえな。あの島の兄弟がなんでお前みたいなやつを生かしておいてるんだか。まあわけわかんねえよな。極道の世界で親に逆らった奴は必ず相応の報いを受ける。只喝一杯，防备心太强了。絶縁。その辺ならまだいいが、ひでえ時には人知れず殴り殺しにされることもある。お前は穴ぐらい切っている。その最悪のケースを踏んじまったはずなんだ。だが穴ぐらでの拷問に1年間も耐え抜いたお前を、島野はあそこから出した。他在里面一年。耐えたお前のたくさも信じられないけど、何より一度穴ぐらに落としたやつを。あの島野が救うとはな。他被监禁一年呢，谢哎柳庆安。だが島野がお前を許したかといえば、そうでもない。穴蔵から出たお前は破門も絶縁もされずに極道の世界から追放された。被逐出黑道的世界。そして大門違いの兄弟分である俺にお前を預け、敵として飼うように指示をした。武闘派と呼ばれる島野がなんでそんなに回りくどいことをしているのか。到底是有什么目的？奴の目的は被调教一体何だろうな。也太久了。さあ、俺が聞きたいくらい。案外理由は単純で、お前のコツの味が忘れられないだけなのかもしれないな。只不过是忘不了你屁股的滋味，我就知道。なんだよ。我就知道。やつだな。我就知道。他一定不是开玩笑。一つ前に聞いてみたかった。我就知道。なんでお前そんなに登場会に戻りてんだ。お前みてえな跳ねっ返りが。玉衣一直忍受这样的处罚。处罚。佐江島大河だっけか。お前が登場会にいた時の兄弟分だっけ。そいつのためって言ってたな。你是为了那个人。脸后面被开发。都如此的义无反顾吗？十八人殺しの佐江島大河か。当時は大騒ぎになったもんだ。登場会と敵対していた地元組織上野清和会の会合に単身就職。枪杀对方的十八个组员。結果相手組員十八人を射殺したんだからよ。登場会の生ける伝説。こっちでも随分話題になった。一世三族。けどその佐江島も今や無所になった。十八人もやった。超好笑。あとは死刑判決を待つだけだ。超好笑。なのにお前はそいつのために登場会の復帰を望んでいる。我就知道这些都是真的，一定不是我一个人在脑补而已。兵の中で死んだかもやない。不是那种会死在笼子里的角色。あいつは必ず戻ってくる。那家伙一定会回来。俺を殺しにな。殺しに？何でもない。这是什么相爱相杀的关系？とにかく俺はどんな目に遭おうが、どんな屈辱に遭おうが、反正我后面都已经被开发了。のし上がらなあかんねや。现在不管受到什么样的虐待和屈辱，我都必须往上爬。そうやって帰ってくるはずもない兄弟分の帰りを待ち続けてるってわけか。
搭乗会に戻って佐江島が戻ってきた時の席を用意する必要があるつ。新さんなんだけど泣ける話じゃねえかなあ。あんたには関係あらへん。谢谢 Alex 八八八八 TW 四个月的续订，感谢。西马诺的兄弟には仲良くさせてもらってるからな。でもまあ、俺だったら自分の人生の全てを捨ててまで他人のために生きる道を選択する気にはなれねえな。人家可是三井寿的。お前もいい大人なんだ。もっと器用に立ち回ってもいいんじゃないのか。まあいいや。お前が俺に言われて素直に入って言わない男ならだって。你就会乖乖做事的。那就来谈谈你期待已久的正事吧。ほん？何？お前、人を一人殺せるか？殺し？什么？あ、そうだ。なんで俺がそんなにこと？那个关东煮大哥也太镇定了吧。極道に戻れるなら何でもやるってよ。違うのか？そないなことせん。你不是说了吗？要回黑道，你什么都愿意做。あと5億あげて極道に戻る。不做这种事，我也把店里赚五亿的钱，我也可以做到。けどさ、もし俺がオデッセイに連絡すりゃその話、今からでもなかったことにできるんだよ。要是我联络奥德赛，这个可以一笔勾销哦。什么？まあつまり、お前の未来は俺の手の中にある。你的未来操控在我的手中啊！儲けさせた上に、人殺しまで手伝いっちゅんか。どっちも大事なことなんだよ。俺にとっても、お前にとっても。这个老头胃口不小。誰をやればいいんよ。あ、他妥協了。牧村誠。也太容易妥協了吧。聞いたことないか。誰やそれ。知らないか。最近蒼天堀で荒稼ぎしてる売春組織の元締めだ。売春。牧村はそこらの女子大生やら若い女を捕まえては稼がせて、その上がりを吸い上げ、抓了路上女子大学生逼他们下海。その組織から逃げ出そうもんなら、見せしめに赤ん坊の。就会被搞到再也无法生小孩、杀鸡儆猴。这什么？这太可怕了吧！相手もクズでよかったな。やりやすくなっただろ。その牧村って男はどこにおるん？这太恶了。それを調べるのも仕事。探るんなら末端の女どもから当たるのに。電話交友俱乐部。不要再乱接电话了，你们看到了没？这些都是一个骗局，不要再打0204了，不要再拨这些电话了，这些都是骗子。知不知道？不要再打什么电话了，不要再对电话交友抱持着什么样的希望了。楽しみ。殺しの方法はお前に任せる。仕事を終えたらこの番号へ。没钱打。真島ちゃん、最後に確認しとくぞ。殺しに人数や相手は関係ねえ。一人殺そうが、18人殺そうが、还在那边补一刀，是怎样？人殺しは人殺し。先告诉我说，不要担心啊，你杀的是坏人。真っ当な人生に再补我一刀，不管是杀坏人还是杀好人，都是杀人哦。你再怎么逃避都是没用的哦。記憶が頭から離れなくなる。極道の先輩として忠告しておくけど。哎，有品人，谢谢有品人九个月的续订。当たり前だな。でもお前はてめえの目的のために見ず知らずの誰かを殺せるか。这是一个考验。うるさいわ。どっちみち人の一人殺せんやつは極道として。生气了，生气了，恼羞了，恼羞了，气。やったるわ。怒。そうか。そうか。ごちそうさん。こいつの分もこれで。あとは好きに飲んでくれ。啊，干姆卖走，可多给。妈的，要我杀一个人，结果只请我吃一坛关东煮，太小气了吧？这什么老板？牧村誠。转回同声线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打电话就好。真的假的？有这个剧情吗？我等下去打，我要去打电话交友。
明天再正式开始，今天先回公寓。我要回去那个小不拉几的公寓啊，就不能住高级一点的地方吗？妈妈的骂小孩。10万元什么意思？有美梦贩卖机一次10万元要消费吗？要吗？要吗？要吗？10万才10万而已，玩玩看，投入了10万元。干嘛？干！生气！是，干气死了！哎，超级不爽！妈的！我给你10万元，你给我什么东西？不爽！哦，气死了！我怎么出去啦？开车！好气！啊，气死了，气死了！揍你们！妈的！为什么我投了10万块？就只有一个糖果，你说，我的钱交出来啊！把我的钱交出来！不爽了啊！赚回来了，上。どこ見えたか。那真的有好东西了，有吗？是吗？哦，神社有钱可以拿，是不是？没关系，我们就快速的玩剧情吗？怕我时间拖太久。回公寓了，堂堂的酒店经理。堂堂的酒店经理，这是怎样？核掉，出掉完。哦，可以钓鱼哎。要钓鱼吗？钓鱼，天才小钓手，不论到哪一个游戏都要钓鱼，抛竿。聊天室钓起来，钓！啊，怎么钓？怎么钓？哦，是怎么样？拉哈什么？要怎么样才能拉杆？什么鬼？我黑仔还在钓，超爱钓鱼，立志成为一个钓鱼大师。我要怎么看啊？哦，来了！哦，中了吗？要看红色得到水面。哦，红色的油，哦，靠，他是真的认真的现实的钓鱼哎。啊？为什么他不来吃？哦，来了。吃。干，为毛不吃啊？啊，浪费我时间，不掉，太久了。结束。太久了。
耳不够好哦，这还要去买耳啊？堂堂一个酒店经理，住这么废的房子。哦，你们这边有个亮亮。什么？电话卡？这个好像蛮正的。雨月溪。雨月，干好吧。我不行，我不能笑，我不能笑。没耐心，看就很久。马上 Google 看一下，他有演什么？演什么题材的？我喜欢老师跟学生。电话交友俱乐部，我要去电话交友俱乐部了！哦哦，这个游戏真的太不错了，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电话交友。哎，有打过0204的，请加一。应该是还没吧，我才在第四章而已，我很前面。哎，0204我觉得太那个了。有进过那个叫什么豆豆聊天室的，请加一。有没有人用过豆豆聊天室啊？爱情公寓，请加一。哎。是呢，是啊，跑什么跑，跑什么跑，一大早就打架。老在那边装什么清纯，你一定有进过聊天室好不好？寻梦语怎么会没用过，最好没用过啦，装清纯啦，没事用，去死啦，废话太多。怎么会没听过哦？你们人生很无聊哎、欸。哦哦，哎，怎么办？怎么办？我打不过他，逃啊！金山，金山。啊，他走，他走，他走。我怎么点？啊，用干架师吧。啊，贵啊，好贵啊！啊，没钱了，我没钱了。七三八二，我就打不过他们。电话交友，这里吗？这里是电话交友，这里。020是什么鬼？好像要133108，这是什么东西？这我真不知哎。欢迎光临，请问你要打多少时间呢？120分钟，好久哦。一个小时多少钱啊？哦？もしもし。こんにちは。你讲话声音好好听啊。哎，我从来没有玩过这种东西。我刚从来没有玩过这种东西。小姐今天有空吗？我第一次知道有这种东西欸，90分钟了，居然都没有找到。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あ、もしもし。お？どうもこんにちは。俺五郎言うんやけど、そっちは？うち？あっこ。あっこ。あっこちゃんか。あ、なんや、元気なさそうやん。もっと楽しくおしゃべりしようや。せや
けどめっちゃダサいやん。おー、中了中了中了。久々に学校行ったけど、ちょっと学校で受けてもうた。大学生吗？なんや自分、ひょっとして女子大生？うん、そうやけど。这女人长得还真的假的？哦。あこちゃん、テレクラにはよく電話しとんの？せやな。うち退屈なんが嫌やから、遊んでくれはる人を探してんねん。还真的有这种交友方式哦，我快不行了。现在还有吗？合う合わへんはどないして決めとるんや。まあお腹空いてる時とか。线索来了，大家以后约妹就要趁早中晚餐的时间约妹。飯を持ってくれたら相手は请人家吃饭，对方就愿意出来了。看到没有，多会约。あ、そうや。五郎さんやったっけ？五郎さん。入れ墨してはったりせえへん？你有刺青吗？入れ墨やと？うん。うちそういうのちょっと興味あんねん。ほう。しとる言うたらどないする？え、ほんまに？ほんまにしとるんやったらどんな柄なんか教えてくれへん？看这个女的问题很多耶。なんでそないなことが気になるんや。うち絵の勉強してんねん。せやけど入れ墨なんてめったに見られへんや。约了约了约了，郁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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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我的刺青，不就代表我要我要？看你、来吧，看吧，都给你看，都给你看。郁闷郁闷。看你个，就不是一般女生了吧？ところでアコちゃん、俺からもちょっと聞きたいんやが。ん？何？牧村誠って知っとるか？ごめん、切るわ。お、中了、中了、I got you。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れ。何？いいやな、俺実はフリーのライターやっててな。刺在那边の、我有人刺在那边吧。それで牧村藩を知ってる人から話聞きたいな思っててな。あこちゃん、牧村藩のこと何か知っとるんか？せやったら套話套話套話話聞かせてもらえへんやろうか。ああもちろん俺はするで。絶対アッコちゃんにも牧村藩にも迷惑かけへん。どうやろうか。ほんまに？ほんまやほんま。中了中了约了约了约了。せやったら今から岩尾橋に来て。お、太厉害了。岩尾橋やな。五郎さんはどんな格好してんの？グラサンに黒のジャケット、髪や長髪を後ろで結んどる。目立つからすぐ分かると思うで。分かった。ほな今から岩尾橋で待っとるで。絶対来てや。そしたら後で。おおおー、要去窥妹子，而且听说长得还不错，让人有点紧张。手臂上的刺青不是啦，我昨天去活动，我是刺，这是什么东西？这也太丑了吧！嗯？哟，让人心情很差哎、欸，让人心情很差哎、欸！我是要去见妹子的，你在干嘛啦？他内裤在发光吗？啊！你看他内裤好像在发光。一定是积了很多，对吧？为什么说这是王继德？为什么？出现在我去的地方，你也在同样地方有需求，对吧？嗯。一天三次还不够，谁想知道啊？谁想知道啊？一天三次都还不够，这是金枪不倒的金力哥啊！哈哈哈。其
实你不也一样吗？所以你找我有什么事？就是呢，我觉得你跟我是同类嘛，所以想说来交换消息什么的。啊！是本地可爱女孩子的消息，像是哪家店的谁好啊什么的。有租影片，我一定会看的说。哎，可是他感觉应该是很有钱吧？你看他一天可以三次，哎，就代表他需要一天去三个就是不同的深色场所，都很贵。哦哦哦！影音包厢就是在那里可以观看的写真录影带。哦。僕レスリングだから。我会告诉你在哪里有看到可爱女人，下次不妨去看看吧。好看的，好看的。哎，瞧，看有妹子不看，有片片看当然嗨啊嘛，白痴哦。不管你吃素吗？啊，还有人死在这里，抱歉，我要去见妹子了，我有点忙。伊莎盖亚，来，然后嘞，快点出现！跟鞋、白腿、短裙。あんたが、おお。五郎さん。の、あんたがアッコちゃんか。啊，你们喜欢这种。よ、来てくれた。我觉得还好。お気に。解除他的防备心。我这真的长得很还好啊，你们的，你们的标准很奇怪耶。芸能人やってことバレた？啊？しもた。やっぱり来ない変装しても分かる子には分かってしまうか。自分のハンサム顔が憎いわ。やっとめっちゃ遊ぶかも。サインやったらなんぼでも書いてあるから、みんなには内緒にしといてな。うちの考えすぎか。来ないアホな人が例の人なわけ。あ、不来開始矿太可惜了。例の人やと。なんでもない。優しそうな人で安心したわ。うちがアッコ。ほな早速やけど。那事不宜迟。そこらで茶でも飲みながら。聞かせてもらえるか。喝咖啡。お茶。纯聊天吧。うちお腹減ってんねんけど。そしたら飯食うか。我觉得这个游戏根本就是是丑女吗？还是怎么样？女生动不动就在那边请我吃饭，请我吃寿司，买礼物给我，干这丑女吧，丑女吧。そらそうや。今時女の子とデートするんなら予算5万くらい。这是什么丑女 game？ 这是什么丑女 game？ 五郎さん、社会人ならそれくらい持っとるやろ。当たり前やないか。学生が見たこともないような金钱要有。壊したるわ。ほんまに？五郎さん分かっとるやん。那个时代纸醉金迷，原来如此。哎，又要花钱了！我刚好被升技能，我快没钱了。哪会？那是没有吧？现在还好。气脾气哦，不然。看一下去哪里，请他吃什么啊？那时代就是这样子。买游戏吃个 Seven Eleven 就不错了啦。啊，意见那么多。めっちゃ好きやね。ウニとイクラは絶対食べね。在日本接受男方请客就暗示女是有吗？有这种事吗？有这种事吗？1万くらいでお任せするわ。あと。
今日のええとこお作りにしてくれ。お、お菜単料理。あ、ウニとイクラは絶対入れてな。いいよ。五郎さん、うまい。おーおーおーおお。それよりアコちゃんの話聞かせてくれ。大学生にしたら随分慣れとるようやけど、この辺の店よく来るんか。まあね、最近は割と毎日。毎日？屁！我请女生吃饭也没发生什么事好吗？そんなに厳しいか。你有问吗？你有问吗？你有鼓起勇气问吗？いつでも好きな時にやるのが。我真的是有朋友，他连女生去他家，他也不敢做什么。哎，就是然后女生还待在他家过夜。然后，因为我是认识女生，然后女生就说他其实是觉得他暗示很明显，然后但是男生完全不动作，他觉得超难过。聞いた話やと、女子大生にテレクラで男捕まえさせて、その稼ぎをかっさらっとるらしいやんか。は？サコトさんはそんな人とちゃうし。うちらほとんど男の人にご飯とかおごってもらうだけやし、マコトさんも稼ぎよこせなんて言わへんよ。あ？我这个纹身贴纸拔不下来。ということはアコちゃん、プリとかしてへんの？是女生是吗？是女生问题吗？として五郎さん、ほんまは取材なんて嘘で、初めからいやらしい。跟我一样，他都光浮夸呀，浮夸。悪いけど、なんぼおごってもろても。ホテルとかついていかん。说了吧，你看，你看，他说了，再怎么请我吃饭，我也不会跟你去宾馆的。ちゃうね。ただ、俺はそういう噂を耳にしたもんやったから。ほんまに？まあ、それが賢明やね。うちに何かあったら無事で済まへん。看到没？あ？それは一体どういう？はい、小肌。他突然难过，哎，为什么？哦，原来不是难过，是觉得很好吃。いただきます。哦，要泡水搓，好吧。可是我昨天怎么搓也搓不掉。等他心情好了之后，嘴巴也会比较松吧。お題はこちらになります。啊！啊！就吃了两万块。ま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等等，等等，ごちそうさま。妈的，你最好是给我讲出一些什么，我都已经请你吃饭了，不要以为天下有白吃午餐，真的会气死哎！真的会气死。さて。あ、うちあそこ行きたい。今度は。别考验我的耐性啊。ゲーセン。ゲーセンってゲームセンターのことか。不良のたまり場やないか。まあ家で女の行きそうな場所ではあるが。最近工具人寝室外不是天经地义吗？可愛いぬいぐるみとかあんの。ゲームセンターにぬいぐるみ？どういうこっちゃ。行ったらわかるわ。ほら、はよ。看，总是要有一些回报吧，不然谁会心甘情愿当工具人啊？ほな。ほな行こか。哎，哇，应付小女生真的好累啊！哇，谁啊？再见。帮助失学少女，我帮助失学少女。啊，假娃娃。靠，他假娃娃的那个怎么都一样啊，都没有改。このボタンで中のクレーンを操作してな。困難が一回百円やと。あ、妈的，比你请那个妹子吃两万块的寿司还要聪明多了，好吧？你夹到还有东西可以回报嘞，这个妹子到现在什么都还没跟你说。是不是被骗钱都不知道？よそで売ってないからここで取らなあかんのやない。お金で何でも買える思ったら大間違いや。以为什么都可以用钱买，可就大错特错。我才想纠正你嘞，你凭什么在那边跟我说教啊？お金はうちが払うから、五郎さん代わりにやってや。うちこういう。あ？なんで俺が？マコトさんのこと聞きたいんとちゃうの？しゃあないな。ほな、一応やったるやないか。好了，要夹娃娃了。逃避。
向左。假第二只好了。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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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